from China. Oh, 大家！别气我，别气我。今天是2月8号，大年初一。我们今天要离开阿格拉去斋普尔。现在我们吃早餐，吃完我们就出发。今天的时间还比较早，而且路程不是很长，只有238公里。估计我们下午天黑之前就可以到斋普尔了。这是你要想住酒店呀？我的天。He wants to live in hotel. Yes. It's a nice place. 这个是 petrol 吗？哦，那边是 petrol， 好贵啊他们的。在路边准备吃个午饭，然后我们看了一下菜单，我们傻了，好酷，看不懂，这是炒面吗？青年旅社，我们在楼顶坐着喝点茶，然后和几个朋友在这里聊一下天。I think, general understanding, okay. skills. Gotcha. And yeah. Sometimes, older people. What's this? This salad. Salad. 我们今天中午在那个路边上吃的那一家把我们给坑了，吃两个烤鸡那个套餐，他坑了我们1200，就是黑店宰了我们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过来吃的跟中午差不多，也是烤肉、烤鸡这些，但是看起来非常好吃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，很正宗。哇，我想说这家的味道好赞啊，很好吃。嗯，超好吃。它的烤鱼没有刺，很棒。这个生菜也很好吃，太棒了。我们找到了一条购物的街，哇，这里的东西太多了，有床单、背包、手工的鞋子、
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很多手工的工艺品，太棒了。喜欢买东西的人估计要疯掉了，这么多东西，这么漂亮。哇，还有好多沙粒。哇，好多鞋子啊！哇，哇，太漂亮了！哇哦，哦，好多漂亮的床单呀，太多，太漂亮了。要不是太重的话，我真想多带一些回去，而且真的很便宜啊。哇，我找到了跟我家以前在西藏买的一模一样的床单了，那个已经用旧了，褪色了，现在啊，我可以找到替代的了，太棒了。哇，怎么办啊，这么多有点重，我都很喜欢，但是我又拿不了那么多。现在早上快九点钟了，我们现在骑车去琥珀堡。我们来到了琥珀堡，非常的壮观，建在半山腰上面。这里可以骑大象上去。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好多人。哇，琥珀堡的游客好多好多啊，比泰姬陵那还要多，全是人。拍照也很难不拍到人，这人太多了。但是这个地方很漂亮，很壮观，规模好大。就像迷宫一样，哇，很多门和窗四通八达。哇，我发现了这儿有个厕所，这应该是过去的人用的厕所。
从今天开始我要一个人上路走后半程路了，然后 Ben 要去泰国开会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在 Jaipur 我们就要道别了。加油。哎，加油。嗯，希望我们能在中国再见。可以，会是在南充。对，很有可能南充或者武汉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好，希望你顺利。嗯，你也是。嗯，在楼上多多保重，你也好好照顾悟空。是的，对，我们的悟空真的辛苦了。对，还好我现在还有他呢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现在还有他呢。对，不是一个人。对，我不是一个人。对，我还有他呢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这是我今天要住的地方 ，Push House。Long Plants 推荐的。OK。好，这个房间是我今天要住的，500。8:30，我现在去梅兰加尔古堡。古堡是早上9点钟开门，不过我走上去还要将近半个小时。沿着这条路一直朝前走，在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路口，你可以向左转，也可以朝前走。但是你哦，刚才走错路了，好像走到了城墙背面的一个山坡上面，现在找到路了，希望这次没走错。 Hello， 哈喽，
好几个工厂在排放的有害气体，然后这个湖水也被污染了。和我们国家有些地方是一样的，这可能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现状。他们也不怕我，哎呀，就我有点怕他们。你要干嘛？没听过中国话吗？超乎我的想象，非常的发达，跟其他的几个地方相比的话非常好。然后电路也很干净很宽敞，然后店面装的也很好。这里看到是我看到游客最多的地方，店铺东西真的很多，种类很齐全，和其他地方的热门景区一样。要不是因为时间太仓促了，我觉得这个地方真适合多待几天，挺舒服的这地方，而且旅游业发达，就非常的方便在这里。我这家的咖喱真好吃，味道很不错。这边就是这儿有名的皮卡丘湖。皮丘卡湖，现在和老板来进行物交换。我带来了中国的中国结，然后老板用他的这个话来和我来交换。